行，一定呢，伊不要不按侬南头，改咪阿边头啦，那面啥马前头呢？啥噶都我都过，别把朱里来都买的有吉普车，还来改咪啥？行，大在一定呢，啥袜子，跟那家己挣啥？别挣都过你比无该多，啥个我就比低咋？啥？大在一定呢，仁爱乡法治村还来改咪啥？马咪啥？我不多多年五年就爱，阿咪改个款呢？该的汗和呢，阿咪拉郎都蛮耐，咪不离不来阿搞我，啥哎啥阿达达啥古当阿努尼阿做阿一扫，啥乌那卡西人，啥乌咪违法哎待在地里，伊啥啥瓦赞，啥乌达做啥古蛮耐搞我啥，啥咪喊待扫古比闹乱，那阿是很大。那么另外多多啊，噶爸爸做女儿，把该在地里风干啦，万风。阿咪祖母待在伊法子阿娘做，啥杂路外多，被那都阿咪杂案上，也伫在伊法子阿娘做，干咪，噶八多个啥比关关阿拉做侬娘做爱，你噶也大对少个嘛些年有你比不接，啥阿大大啥都个当阿诺，伊伫在阿娘做爱，嘛个那么多，啥一少个嘛那么还阿八做哩都嘛些有吉普车。阿达都冇待着，啥啥个待着？咁咪听你伊法子阿娘说，噶都过当待着伊信义乡，也一直在呀，巴古拉斯哈那奈啊，啥瓦子，啥待着都跟那吉普车待着啥，也啥瓦待着，嘛等那是多啥，嘛不该多个啥个乌西比待着，啥马林啥命贵呢就爱。来到河川地哦，就在那边啊，就飙车，飙那个吉普车。就在那个河流里面，就开始展示他的技能、技术，先旋转，先旋转，很大的石头也爬上去，整个生态、整个环境都被破坏了，那不是我们当地居民那种所谓的感受。现在一线就不漂亮，为什么？那么大的石头，你看每一次来30步、50步，连续3天，如果连续这样把它压到，已经没有那个原始的形状了。哎，那个我在地上我会心痛的。我们不该压一下，多靠一半一点下，古代在阿弥上，啥买在给咪，爸爸东啥民度人有达多呢一点下，啥在不个种硬盖的发财阿娘做爱，啥叫嘛少不多阿弥盖起古娘做爱，盖的汉啥啊汉个嘛在扎都古巴罗做娘做爱啥，爱赞阿弥拉浪古娘乌吉普车待在地里啥哇。还能那样搞哇？一线天本来是很漂亮的一个地方，可是变成垃圾堆的一个地方。所以一定要我们五界部落，一定要用一个公约，是否能否，是不是制定有一种公约？这是我们村民现在啊，其实真正说要讲出来的，而不是说要禁止游客进来。部落会的议决是。在我们拱桥前面，所有车子停下来，然后步行到立起溪。好，这个地方可以步行，但是不可以让车子下去。每天都过年，过年干咩？我娘说：“哎，阿咪拉浪，多你皮包盖，多高级板路，少挖几地啥？啥？也一地在有五节，阿娘说：哎，咪盖几多？我娘说：哎，很矮，阿妈咋咋都包了做，娘说：哎啥？”阿弥拉郎一扫度娘哦，噶是人阿弥祖母待在地里一扫瓦子，啥喊阿弥遐就说过你阿弥绕过买你啥阿啥心安好呢？我们喊你阿弥违规阿搞哦，啥是啥先喊啊？把待在阿弥国国说，该的喊啥喊阿弥拉郎都过买你阿搞哦啥？其中有啥干么歪？